哇，美食村宝库，我小王子肯定在最前面。啊，居然是汉堡，那我小王子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看来作者最喜欢的人是汉堡，不是你。啊，我在哪里呀？哎，我好像看见你了。上来了，还好不上，这只需要二段跳，简单。哎，可是好像需要钥匙哎。呀，哎，下面有个箱子，钥匙会不会在这个箱子里面啊？我怎么上不去啊？那里空气方块挡着，你走这条路上面有个箱子，里面有个开关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走吧走吧，这关旋转机关跑酷很简单，箱子看着吧，我教你轻松过关。真的吗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你确定是教我过去，不是教我怎么掉下去？哎呀，刚刚只是失误而已，失误，这次绝对不会，看我的吧！嘿呦，嘿呦，嘿呦！嘿嘿，果冻，还是我来教你吧。我们直接跑去鞋子跳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哦，哎，好像需要开关哎，原来在对面啊，又得回去了。哎。这里还是我来教你吧，像这种弹簧路我们可以直接按住跳跃机就行，看我的。不是啊，按照常理不是弹起来两次就会狗带吗？为什么你没有？因为我有好运加持，你跟着我肯定也有好运的。啊，真的呀？哦，这一关是问答，美食村的男主播作者喜欢哪一位？哎，不用想了，肯定是汉堡，汉堡都排到第一位了，肯定不是我小王子。小王子自信点，肯定是你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就是错的，我也选你。为什么喜欢的是你啊？是我，为什么你的语气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失望呀？美食村作者最喜欢的女主播是谁？果冻奶茶，肯定是奶茶呀，奶茶的名字在你前面。我就不，肯定是我，来自大美女的绝对自信。切，这要是你，我就你说干嘛？就夸你是个大美女呗。这一关是团结一心，果冻，我们的默契不用说吧，我踩着你先走吧。哎呀，脚滑啦！啊，臭小王子，你坑我！嘘，我只是想让你体验一下蹦极的感觉而已。放心吧，这次绝对不会坑你的。真的？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有开关，我就不踩。嘿，我就是玩，坑我还想过来？你以为你不踩着我就过不去了吗？天真。丢个物品再赶紧买上，不许过来，不许过来。果冻，你这么瘦瘦弱弱的怎么挡住我呀？哼，就算是这样，下一个没有我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我可是超人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看好了吧，果冻，今天就给你露一手。怎么让我看你掉下去吗？刚刚是失误而已，下回认错的话我就帮你过去。完全用不着，这不就过来了？切，就这么简单，我也会。今天叫你开开眼，原来这么简单啊！哇哦，掉下去的姿势真帅啊！